美国小天后麦莉希拉形象破灭。麦莉希拉偷抽迷幻鼠尾草被抓包，又被拍到她出口成脏，完全脱离乖女孩的形象。麦莉是迪士尼史上最红的童星，麦莉希拉公司吸金超过$10亿。不过小天后也是争议不断，有团体说她利用性爱来吸引粉丝。她17岁时拍了一张半裸照，引起许多批评。麦莉向来走乡村甜心派路线，她的爸爸是歌手比利雷。不过事实上，麦莉多半的童年都在好莱坞度过。有人说麦莉现在叛逆是因为她父母离婚，母亲跟歌手布莱特麦克斯搞外遇。有朋友鼓励麦莉抽烟草，想拍成影片拿去卖个好价钱。麦莉恐怕要重新评估自己的生活圈，不然很可能会踢笑步上其他童星的后尘。想成为我们的动画人物吗？相关资讯请上脸书 Get Animated,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.